大家好，我是文安妈妈。前几天和朋友闲聊，还说到洗衣机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了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颜值与实力并存的洗衣机，它的外观特别小巧精致，满满的科技感。刚拿到手，我老公以为我又买了一个空气炸锅呢。耐看的银灰色搭配黑色，包装里自带了阀门，接好之后它就是一个能自动进水和排水的洗衣机了。六升的容量，大概能洗宝宝的衣服六件，毛巾三条，袜子十双，内裤八条，内衣六件。麻雀虽小，功能不少。将出水管对准出水孔连接好，出水管放置地漏或者洗手盆，进水管对准进水孔连接好，进水管可以连接水龙头。如果没有合适的进水口，也可以连接浴室花洒位置，用它的转换头就可以操作。连接口是可以按压弹力收缩的，安装完成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它有三种洗衣模式，快速洗24分钟，标准洗34分钟，深度洗45分钟。有三种杀菌模式，臭氧杀菌、银离子抑菌和蓝光抑菌，还带桶清洁，除菌去味。日常洗衣我会选择快速洗，加入低泡洗衣液，自动清洗24分钟，然后拧开就可以拿去晾晒了。洗涤开始2分钟之后，自动开启活氧洗涤，活氧除菌率可达99%。洗贴身的衣物一定要用活氧模式，活氧不光能净化水质，使水质更干净，还能做到杀菌消毒。洗完的内衣很干净，贴身放心穿。一般内衣基本上都是纯棉质的，所以稍微拧干下水分就可以直接晾晒了。每天换洗的衣物直接丢进去，而且和日常的衣物分开清洗更卫生。告别积攒，告别手洗。据科学家研究，洗衣机的发明让母亲有更多的时间来受教育，教育孩子，通过知识让生活更好。咱就说懒人有懒办法，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除菌除味，放入想除菌去味的衣物，盖上盖子，选择除菌去味，活氧运行时间是6分钟。这个期间不要打开洗衣机盖，完成之后将衣物拿出来即可。家里有孕妇、儿童、宠物的更离不开活氧消毒。平时洗完之后还可以一键桶清洁，避免交叉感染。桶内无需放入衣物，洗涤3分钟之后开启活氧，自动上下水，这一点太方便了，无需看管。待程序结束之后开盖晾干即可。用它洗出来的衣物不仅没有味道，而且不损伤面料，跟我家另外一款折叠洗衣机相比太方便了。这款我通常用它来洗袜子，它的洗涤时间只有15分钟，需要手动加水，虽然自带排水管，但是它的水排得并不干净，容易有残留。对比一下大小，左边这款显得精致又时尚。有了它，我再也不用每天手洗内衣裤了，好用还不占地儿，彻底解放双手，真心推荐给姐妹们。